好心助人却惨遭背叛，无奈背负庞大债务。前阳台呢跟后阳台呢，每户一户之间都很逼近，你不出门是非都会上门。他就说他有困难，然后也找不到人可以做保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帮你。对，结果怎样？就银行就追到了，对啊，就是。